太热。昨天是不是在这儿捡的钱包？我可记得你啊。没有啊，我昨天没有捡到你的钱包。哎呀，你小姑娘，我记得你就是你捡到的。你这小小年纪不学好哈，捡到东西不交还，老师没教过你捡到东西要还给大人吗？你这属于什么行为？小偷的行为。可是阿姨，我真的没有捡到你的钱包啊，虽然我天天从这里走。拉倒吧，就是你昨天也是穿的校服，背着红色书包，我记得呢。你说你家在哪儿？去上你家找你妈，问问她这教育的什么孩子，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捡的偷东西还不承认。走走走走走走。阿姨，我真的没有拿你的钱包，你肯定记错了。哎呀，我没记错，就是你。快走快走快走。阿姨，你认错人了。我没认错，就是你，我记得可清楚了。快走吧。哎呦，我真的没有拿呀。走走走走，不行不行，快走快走快走。不是我，你肯定想错了。就是你，走走快走。哎呀，阿姨，你记错人了。我没记错，就是你。不是我。哎呀，走走走走走，快走。哎呀，阿姨，我真的没有拿你的钱包。少废话，赶紧回家找你妈去。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那钱包里有老多值钱东西了，我银行卡，我身份证都在里边，这些要都弄丢了，你还得赔偿我首饰啊。快点，赶紧回家找你妈去！走走走！哎呀，我没有拿！不行不行，走走走走走！这这这还了得了！哎、走走走走！错人了！没有，就是你！走！快走来！你走吧，小姑娘。大妈，你这是啥意思啊？你刚才不是说我捡了你的钱包不给你吗？还说我是小偷，那你现在怎么又让我走了呢？这什么意思啊？小姑娘，刚才呀发生了这样一个情况。哎，等扫完那块地方，我可得找个地方休息。不怕风雨塞，这条道最近啊可不太平。那风雨刮。小姑娘，昨天是不是在这儿捡的钱包？我可记得你啊！你说，你家在哪儿？去上你家找你妈。哎呀，我真的没有拿呀！走走走走，不行不行，快走快走快走！不是我，你肯定想错了。就是你，走走，快走吧，快走来。啊，阿姨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！对呀，这不我看见一个人在后边跟着你。